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，彼得彼得猪，今天要来介绍100限定金色超力勇士，感谢陀螺战友何鱼赞助播出，开箱炸呀！哇，贴纸飞走了，帅哦呀！金色的阿基里斯，旁边的盾跟刃都是透明黑色的哦。翻到背面，哦，透明黄这个颜色，我可以。贴纸是黑色的，赐予他灵魂。接着是00铁，这次的00铁非常的重，但是它的重量平均分布在左右两侧，如果装在勇士上面，重量会集中在这两把刀的身上。00铁的公差非常的大，来量一下它的重量吧。哦，25.35，普通00铁2532，很好，这一颗还在平均值。OK， 下一位 ，Vn 轴，这个轴心在 V129 超力勇士开箱有介绍过了，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哦。转动的话会比较顺吗？开始，哦，是错觉吗？我怎么感觉金色的特别紧？还是因为它是第一次，所以比较紧？试看看原色的，哎，真的嘞。金色的比较紧，还是这个也有公差，那表示它不会自己跑一跑然后就变长了。这个机关比较紧，应该是有解决这个问题哦，待会实测就知道了。开始，镜头爆冲啊。好，会不会呢还是变长了，可恶！对了，中间这个黑色的部分是橡胶，玩久了之后会变得非常的不明显，只剩下一点点。新的也没有说很长啊。测试紧实度，金色阿基里斯，哦，紧哦，这个很紧。但是目前台湾这三个零件都不能参加官方比赛，因为台湾还没有代理。而私人比赛就因人而异，那么来对战吧。哦，在对战之前，先来欣赏一下旋转的一击吧。亮到不知道怎么欣赏，太亮了啦！哎呀，开战！动画阿基，限定阿基，最高轴心与最低轴心对决。哦，加油，阿基！两只都是阿基。哦，哇！1:0，变长了啦，记得缩回去哦。加油啊！杀！撞！哇，两个冲一下啦，都在各绕各的。那比较长的还在外面绕，然后比较短的已经在中间休息，等他来了。撞一下，倒了，很快就分出胜负了。长的获胜呢，2:0，金阿基加油啊！哦，哎，哦，对对，蹦哒！哦哦，好凶哦，两个都很凶哎，金色的凶起来特别亮哎，吼！打到差点爆掉，有这个防爆机制真的有差啦。说好的一起出界，哇！正面暴击，黄金圣斗士，真的很金啊！圣斗士打爆他，哇！轻松获胜，黄金的厉害，让大家尝尝隐藏金座黄金鱼丸的厉害，爆裂，爆裂！真的变爆裂鱼丸，哇！怎么会这样？鱼丸不是黄金阿基，动画阿基获胜呀！可恶，我要血池，我不要你找他啊！躲着也中枪，来吧！哇！一局三局哦，哇！还不会爆就。黑金啊，
黑心啊，黑心啊！打到飞起来了，1-0获胜。好痛哦，两颗同时被打到最后一格，嚯，太凶残了！继续。哇！喂，1-1。哦，2-1了。哇！要爆裂！哇，2-2，好险，差一格就爆了。最鸡拳，哦，来了，最鸡拳能不能获胜呢？哦，哇，我了，我才是最鸡拳的始祖啊！垃圾黑化了。下一位挑战者在哪里？ No， 我要再打换场地，三颗一起来 ，Go！ 哇！哦，天哪！哦，那么刺激呀！哦，黑鸡爆裂了，究竟是金鸡还是红鸡获胜？哇！凶啊！把它挤在边缘了哦。这次金鸡比较聪明哦，在外围绕。不要下去啊，等他们打完嘛。好，来了，金鸡会赢了吗？感觉要赢得第一分哦。平手，可恶，机会难得呢。金鸡先爆裂的，这招坠机拳法真的太可怕了！还是赛跑比赛哦，玩这个大盘呢，真的太刺激了啦！可是要人多才好玩，因为会一直撞来撞去的，究竟谁能赢？是金鸡转赢一点点。哇，他好快跑上面啊，来，撞一下，究竟能不能赢呢？爆裂吧，黑鸡！哇，是黑鸡获胜，2-1。黑鸡这局淘汰。哇塞，红鸡这一局。凶凶的哦！2-2。哇！红鸡被打出去了，剩下金鸡，哇！同时爆裂！哇，金鸡有机会获胜了，金鸡赢了，悠悠哉哉的获胜了。哇，黑鸡就这样无情的被敲出去了。最后还是动画红鸡获胜。也是打到剩最后一格了，这个大盘打起来真的好赞啊！今天赢太多了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！感谢大家来欣赏我胜利的英姿，我要先去休息了，再见。No， 我才是这部影片的主角，为什么我还是爆了？我好想赢啊！哭哭。我刚从场外回来啊，怎么都没有人了？好吧。那就这次影片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